哎，两位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政大广电系四年级的罗世君。我是政大广电系四年级的李宜修。好，那一开始先讲一下你们为什么想参加这次的蹲点服务计划，谁找谁的？其实一开始不是我们两个组队，一开始是因为这个是跟政大广电系有合作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其实很多政大广电系的同学都会想要报名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想要报，那时候我是跟另外一个原本有说要一起去，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阴错阳差，然后就跟罗世君组队这样。后来是因为他个人有事情吗？还是？后来是就原本找宜修的那一个同学，他就跑去跟妹子一组，算是对对对。因为他是有先问我，他说：“我有没有兴趣？他要参加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有谁要参加？”然后说他现在他原本是跟宜修，那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说，如果我也有兴趣的话，他还有另外一个认识的人也想参加，他就去跟另外一个人，然后我就跟宜修这样，所以后来就变成我跟宜修，然后原本找我的那一个去跟他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。哦，所以你们都有各自组队，就对，只是不是本来的这个伙伴。对对对。那你们本来是同学吗？一直都是。对，其实因为很熟悉啊。对啊，跟谁都没有差，因为大家都认识，都很熟。对，好，那当你们知道这个台东卡达地部落之后，你们一开始有做什么样的准备？在这个出发前。因为其实这个部落被服务很多次，所以应该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，对不对？过去的影片，对，可是过去大部分都是就以蹲点来讲，都是蹲文化成长班，就是他们在八月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暑期营队的东西，夏令营，对，然后他们是带部落小朋友认识部落文化、部落历史、学族语之类的，对，然后蹲点大部分都是。在卡达地部的蹲点大部分都是蹲这个，配合那个文化祭。然后但我们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小米收获祭，是他们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祭典，也蛮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典。那过去好像蹲点只有三到四组左右有，对，就是断断续续蹲小米丰收祭的就断断续续，然后所以我们能获资料其实还好，不像文化成长班这么多。但网络上确实有很多新闻报道有讲说，小米丰收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祭典，然后它里面它就是持续十天，每三年一次。对，然后没有每年都有，每年都有，因为它祭典很长。然后我们能在网络上知道的，我们不会确切知道每天进行什么活动，都是片段就 对，片段没有完整的。然后是等他们有一个行程表出来，然后我们才知道每天要做什么，每天要做什么。但那也是一种想象，就是你看那个名字，今天要他们有一个活动叫“力打零二”，啊，你可能就知道，要上山砍竹干嘛，但是都很模糊，所以你可能只知道要去山上要砍一根竹子，然后把它立起来，但是可能不知道原来这么巨大的竹子，对，然后不知道规模这么的。宏大這樣。其实从那个影片来看，其实现场还蛮多他们部落的青年，是因为配合这个小米收获季，所以很多人回去帮忙嘛，包括他们还要修缮他们的一些会所嘛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就是很多人是延后，就是不能回去回乡，对 对, 對、所以然后他们因为三年会整修18关，其实好像也不止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但是今年就是，所以你们今年有遇到大修就对了。对，今年遇到大修，屋顶的部分，因为他们会漏水。然后今年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不能回去，所以可以看到，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数不多。对。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可以顺便补足一点人力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你们这个主要的一些服务内容，主要就是配合他们小米收获季嘛。就是你们这几天几乎都是跟着他们的行程在走嘛。对。一开始就是修会所嘛，然后后来才会有一些疑点，包括所谓的这个试胆啊、什么摔跤这些。对，我们帮忙的部分其实就比较难在影片上面被呈现出来，因为通常就是可能你一整个下午就是一直在就没办法拍，在做同样重复的事情，可能像是铺茅草，或者是说。编那个草绳，他们会需要，
好几十公尺长的那种草绳，然后可能要拿来围摔跤场，可能要拿来装饰竹林屋。对，像那种东西，可能就是要持续好几天的下午都在做那件事情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或像是说，其实最开始我们会的东西蛮少的，应该说几乎都不会，就是要现场教，对，现场看现场学，包括像竹子跟竹子他们那种尬铁丝、十字固定法之类的、那种特殊的绑法，对对对，那种东西都是要到现场才知道要怎么做，学了也不一定会，嗯，回来是很快就忘记，对对，好，然后除了这个修会所，你们也有参与他们很多的准备工作，包括还要上山去砍竹子，对不对？其实上山砍竹子只有其中一天的行程，然后砍。他们砍竹子不只砍一根，他们是砍好几根。然后最漂亮、最长的那一根是拿来立精神图腾，就是他们昭告传统意义上是昭告其他的部落说：“我们这里要举办祭典了。”然后对，就是跟其他部落告知这件事情，因为立得很高嘛，所以可能在以前其他部落都可以看到說，看得比较明显、哦。我知道你们要开始有祭典了，这样。那其他的竹子可能会拿来做一些。水桶，可能在青年之夜，他们后面会有祭典尾声，会有一个青年之夜。然后法力圣的阶级，就是巴拉冠会所里面最低的那个阶级，就会抱着那个竹筒，然后去给可能长辈倒酒，给族人倒酒，或是给其他部落来的来宾，就是服务倒酒这样子。所以那竹子其实是共用很多。所以你们是在砍竹子那一天的，后来有进去水道里面吗？因为你们在拍摄影片有一段，这个你们进去类似像坑道这样的一个水泥建筑里面去找鱼，是不是？那一天是不同天吧？第四天了，因为他们小女丰收季的时候，男生跟女生会有不同的工作要做，男生可能就是上山砍竹子，然后女生会做一个叫做阿拜的东西，就是他们的传统食物。那阿拜的话需要一个叶子叫月桃叶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甲酸浆吗？甲酸抹或甲酸浆，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。第四天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有一个行程是上山采野菜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下水道那一天是上山采野菜，对，我们跟组织是不同的。我们两个就跟着一些阿伯哎叔叔们上去采野菜，然后因为他们采野菜，然后采完，然后就顺便经过那个下水道，然后说哎、欸、这里面很多鱼，然后进去抓，对，就是他们也不是说那天特别要去抓鱼，就是刚好经过，就是对啊，他们就是今天要去采野菜，然后去抓鱼，这样有点像知道说哪些地方这边会有月桃，这边会有竹子，这边会有鱼，那我们就一次去玩，就去好几个地方，然后一次把可能会需要用到的食材准备好，这样对对对、然后下水道是其中一个。对，我看到那影片还蛮特别的哈。就是看他，你们这一群人钻进去水道，还要打灯嘛？对。然后同时你们还要拍摄。拍摄是他冒着生命危，因为我不敢带，因为我觉得很危险。然后他有那个职业精神，然后他就带着摄影机进去。对，然后那个鱼啊，小小子很难抓，所以他们都是带那个。可他们看起来抓得很轻松。他们抓得很轻松，我们都抓不到。是有特殊的工具，他们好像是因为会挤，就在那个下水道的底端，人能走的底端是水流很强很大，所以再过去就是没有办法过去。那鱼好像都会在那边往上跳，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把网子摆在那个下面，然后用吼这样子把那个鱼这样捞进来，捞进来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可以生吃，对，那边都有直接吃。很特别的鱼啊，好，那里面呢还有所谓的这个摔跤啊，包括这个试胆，是在收获季里面也是算他们的一个成年的疑点嘛，就是他们的就要展现他们的一些技巧跟那个胆量，这样算是。我觉得要比较特别要讲摔跤，因为我们不只有拍，我们还有下去摔，对，不是，算是展现他们，就是他们。算一种训练吧，对，习武的训练，对，战斗训练，对，算一种训练。然后应该是感觉是有被日本相扑
有一点影响到，嗯，对，因为可能以前日本时代他们就是有吸收到日本的这一块文化，然后就把它变成是加强自己部落的一个方法，这样子，嗯。所以它是需要技巧，对，不是说你的体型越大或越壮，你就会，哦，就会赢。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是练过柔道，他们很多人是自愿意的，嗯，或者是什么海军陆战队出来或警察，所以他们有些人技巧都蛮好的。那你们两个自己都下去，那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是三秒就被秒杀，马上被举起来，被摔出去，完全无法撑住，完全无法顶不住。因为我们两个算瘦了，对吧，啊？也没有技巧，没玩过，啊，马拉松摔跤跟试胆都是有意义的。因为以前马拉松跑最快的人，因为我们晚上会住在巴拉罐里面，马拉松跑最快的人是睡在床位的最前面吧，会所的床位，对。那是有意义的，就是你那时候以前马拉松跑最快到最前面，因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要跑第一，对，要跑第一个。然后摔跤是也，反正它有一个固定的床位，摔跤最强的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床位，就分左右两边，其中一边的一个角落要跑最快，一边是要最会摔，然后最会摔那个要先挡敌人啊，最会跑那个要去通报族人说有敌人来，这样，对，对，对，嗯，然后试胆也是一种，试胆其实就每年都会有，就是他们，然后他以前意思就是因为原住民会上山打猎。然后他就是要训练你习惯山林，这样习惯那种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，然后什么都不会怕，听到什么声音都不会慌张的那种感觉。可能在现代，就是因为大家对山林比较陌生，就是越来越都市化，所以对我们的意义来说，就是习惯这个环境，就在完全漆黑没有灯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透过你的感官找到正确的路，那种感觉是是是，对。然后手上会拿一个他们的那个算护身符，对，就是叫导流，就是他们族语叫导流。嗯，然后他会有发出那个铃声，对，然后就是你要拿着那个东西，然后一直摇，一直敲，他就是会保护你这样。哦，然后他的那个东西上面有一个脸，对，有一个脸的图案，对，它算是一种护身符，摇动就有声音。对，嗯，它是一个铁磬，啊。嗯嗯。好，那另外我看到的那影片还有一个是很特别，就是他们会去类似报讯息嘛，告诉大家祭典要开始这样子嘛，就是，意义是要通知大家小米说就要开始，对对，通报全部的族人这样，所以他们是整个村落每个地方都要跑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一个固定的路线，因为资本是四条路嘛，对，资本有四条路，那就是跑那四条路，然后最后从巴拉罐出发，然后最后回到巴拉罐。哦，从会所出发，会所回来，好，我们最后来聊你们的这个成果影片。你们成果影片算是还拍的蛮特别的，就是用他们的本来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歌声去铺成你们的影片。介绍你们的这个影片好吗？是纪录片还是每日的那个？纪录片，对，哦，最后的纪录片。歌是，那要先谢谢桑布伊，桑布伊就是卡拉蒂唱歌的人，很有名的，有名吧，算有名的歌手，金曲奖，对，金曲奖最佳歌手的，对，原住民最佳歌手。然后就是我们有去拜托他，就是原本是想说看能不能使用，就是可能签个版权，然后再谈价钱，但是他后来直接打电话给我，就说就让我用。这样，他的歌，因为他刚好是那个部落的主人，然后，哦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们会在收获季也是常常看到他，就是有跟他想接触到这样，对，那对我们也有印象，所以就直接让我们用他的歌，因为他的歌都是就是纯卑南族的族语，然后很多是他们部落里面的古调，然后古调可能在用吉他或是用一些比较新的编曲去诠释这样，对，然后里面访问一些年轻人，对不对？年轻人会长，青年会的，对，会长有会长、前会长，还有一个舞蹈老师，对，所以你觉得你们这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、这样的影片之后，对你们个人有没有一些成长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想法？
因为你们过去对原住民应该文化应该没有这么深入的这个体验，对不对？确实，我觉得成长不会说是把这个影片生产出来，然后对我有所成长。我觉得最大的成长是，就是参与的过程。嗯，对我觉得那个影片对我来说，就是算一个记录吧，对吧、啊嗯？然后重点是参与过后，你才会知道，原住民的文化是什么，然后你才会发觉，你其实真的蛮喜欢他们的，然后比较能够体会他们的，对对对，然后生活这样。有没有特别感动的部分，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以及他整个这个小米记的这个流程中？我觉得让我对记录有一个心得，就是所谓纪录片，或者是说，嗯，可能剧情片也可以有一些反思吧。就是这种文化保存的东西，不是嘴巴上面说尊重，或者是说哦，我看到了啊，觉得可能觉得很棒，觉得很欣赏，或者是很要尊重。可是，一般就可能，假如是我们看到，就还没有去部落的我们看到这些影片，我们就是保持有一种距离感的尊重。但是那种尊重其实并不能帮助他们文化附赠太多的东西，因为文化这种东西要传承，就必须要有人参与，你实际的参与，对你语言要有人讲，他才会继续流传下去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记录过这些东西以后，会觉得任何文化要保存，都必须要直接去参与它，对，直接去实践它，嗯，把它融入到生活的一部分里面，才是真正有意义。对，那假如我们纪录片能够激发有人有这种想法，然后进而去可能参与更多文化的事情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。嗯，对，通过实际参与，你们再回头看你们的影片，会更加的深刻。对，嗯，好，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同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播放他们的这个成果影片。照的你就放这边，然后就叫我，然后再来帮你。那其实是不要太高。嗯。奕勋跟那个那什么，龙泉，就是他们是去年富邦的时候就一起来工作这样。去年焦玉云几乎都在工作，然后他们今年又来。我的年龄阶层比较高，所以我进到的阶层是哥哥这一群的阶层。可是你们不一样，你们进来是直接进到发生最苦、最累、最多事情，还要被骂，说全场就是你们要跑来跑去，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们做，等于是最菜啦，就这样讲嘛，就最菜的学弟，意思一样。那我相信这是这些不管是叔叔、哥哥，或是你们的这些长辈们也好，
他们想要给你们的一个考验。哇！来这边就是要依靠自己的阿累啦，你们自己一起工作的伙伴啦，可能你们比同年龄的我们讲的那个巴黎森年纪还要大，可是你是因为你们刚进来，所以我们把你们视为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阶级。哦，你们就彼此互相照顾，有什么问题就问会长，问我，问长辈们都可以。哦，要辛苦喽。我们来卡提布法官不是开玩笑的哦。哦，苦过这个阶段，你们会知道哦，伯洛其实很棒。以前的时候就觉得很特别，我觉得 A 一组就帅，帅。我觉得他们眼睛很漂亮。嗯。然后那个五官，我有时候都会看，多看几眼，然后帅。然后从参与，然后到了解，到深入了解，其实是一点一滴去累积而来的，就不是说就是突然一件事情我就进到里面，也不是这样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非常尊重这边的文化，甚至我觉得说这种要被认可的这件事情，我认为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对我来说。我叫戴迅，然后我是朝阳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。对。它里面哦。对。要拿呢。哎，这样哦。他是那个。他是直接把它对折半。因为我那时候是那个，我会跟我讲说这样。那好。是改变型，直接套路哥哥，哥哥说的都对，赶快用，哥哥出哥哥来吃，然后就说哪个改一个一百八十，没有，就是当时我在帮忙，翔哥问我说，你是说。就问我是谁啊，然后我说我是来富邦的，然后他就说我以为你是之前是资本而离开家乡，他就突然梦到还是怎样，就突然又回到资本帮忙。感觉不像啊，我又不像啊，真的我不像啊，我又白。因为其实这时间我看了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来来去去，也不是说一定要他们说啊，你们以后一定要回来或怎么样。那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你们来了以后，是第一个代表是，应该是你们对这块地方的人事物可能是好奇。我觉得一个是态度的问题，是可能你们有放下一些东西，就是真正投入到这个环境里面，那也慢慢就是被这个环境的人事物给包围，就是可能也被认同嘛。那其实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是在外面的世界可能是比较少去能够体会得到的。这个啦，这要准备上场。糟呀！防卫一下。杀红了眼。内心有如那个熊熊大，就跟这个货一样。
来自富邦的应训，开始。应训，别浪，应训，别浪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一比零，开始。尽量抓要带啊，尽量抓要带。来，涌泉，别浪，涌泉。涌泉，要涌泉，往前，往前。跟一些一般年轻人不一样，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愿意接受进到八冠里面，跟他们一起着上传统服，然后做所有法律圣最苦最累的事情，这个就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。这个就是你们已经很自然而然进入。为什么你们的阿累会认同你们，会把你们当阿累，就是一起苦，一起被骂，一起笑，一起开心，一起偷喝饮料，一起偷喝酒，对不对？一定嘛，这个就是你们这个年龄阶层就是会遇到的事情。所以是那个富邦的学生，龙泉，哟，满了，欢迎来购，很好，压紧哦，趴着趴着，轻松趴着就好，压紧压紧，贴在，对，贴起来。不要贴起来，不要按钮贴在木头那边，很痛哎，弹起来，夹紧。最重要的是，不是说来这里就像过客一样，来一下然后就走，而是要真正去交朋友，真正去找到属于有自己的阿亮。他没有东西是太默认的啊。我没有小宝说你很笨的变官来传播。可能十年、二十年后，你会说他不是部落的人吗？以我自己的认知，我觉得他是，因为他在部落需要帮忙，或者他一有空的时候，他就会回到部落里，回到八关里面，然后做他自己阶级该做的事情。那个比你身上，你是原住民，然后我身上有原住民的血，那个还要来得重要了。我自己是这样认为。我还是蛮怀念的。啊，还要冷？是啊。如果有时间啊，暑假也是会再来。前上班要来吗？啊？前上班？是七月底的时候吗？对。前上班什么时候？八月中。八月初哦。我再来。带小朋友。可以啊，你说一遍。要跟他一样矜持，你知道他都会说什么？我不会跟别人比较这个东西。不用。嘘。这几天就真的很一天比一天累，然后跟我当初就是从想要来回来部落帮忙的时候，我的感受不太一样。因为去年复帮的时候。其实也蛮累，但是没有想到说进八大关之后是这样的体验，对吧？还要登哨，然后，但是很感谢大家，就是在我恍神度孤的时候，然后脚步踩错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愿意帮助我，然后尽量让我跟上，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就像不是这样子，是啊，去年跟今年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体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哎，我觉得你们两个第一次这样游街，跟我们出去这样游街，我觉得做得不错，没有被骂就很好。对，我们追那个什么，全球说他要走什么感觉？认同感，他说想要走认同感。你要认同你，所以你跟那个是，那个也来，不要，希望你下次也可以来。
要